来新公司面试，主管竟是前男友。自我介绍吧。你又不是不认识。我可不记前任的名字。我叫米卡，00后，主张不加班不团建，周末不回消息，不参加应酬。00后还有3年管理层经验啊？对啊，大学寝室长，你知道吗？幼稚。你果然还是爱我的。米卡，去买三杯咖啡。为什么我去？客户马上到，走不开。可以了。哎，还有一个呢。这杯给你。修改一下，10点填药。都周末了，突然通知要加班。今天还有约会呢。辛苦大家了，项目要的急，今天就先加班，周一给大家调休。你有事就先回去吧，还在实习期，没关系的。公司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可以的。王总，王总，接下来项目部署的方向，我觉得应该要往这一次一定要让他回心转念。综上就是我们团队的最终汇报成果。不错，交给王氏我很放心。谢谢。回见。大宇。嗯，最近辛苦了，照顾我女朋友还不到一个月，进步挺大的嘛。女朋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不认识啊。你知道的。走吧。你果然还是爱我的。他这么忙，我一定要帮他分担一点。哇，我想去欧洲玩几天，看。好啊，你要是能够在分公司靠自己的能力干到转正，别说几天，一个月都可以。真的？我明天就去分公司报道。记住一点，不能够暴露的关系。放心，到时候一定要来哟。新婚快乐。还有你，新婚快乐。大家欢迎新同事米卡。欢迎米卡。王经理，这是你的。谢谢，新婚快乐。谢谢王经理，新婚快乐。啊，喜帖我后面一定补上。哇，2000，米卡你发了这么多呀。哇，米卡你这么大方啊。结婚这么好的事情，当然要包个大红包啦。而且也不，我猜米卡一定是按错了，多加了一个零食吧。不是我。谢谢米卡，心意我领了，钱已经给你退回去了。去工作吧。10分钟后，楼下咖啡厅等我，出去谈个合作。啊，米卡，你真要去啊？我可告诉你，王主管的本体就是鸽子。鸽子？嗯。这说10分钟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喂，主管，怎么还没来啊？快了，快了。林总。合作合同您过目一下。你知道我最讨厌不守时的人吗？少废话，签不签？我签。你给我。你给我。谢谢月正，拜托。调皮。我算是知道你们为什么说他是鸽子。烦死了，怎么又要出差呀？出差怎么了？不挺好的吗？花花心情。啊？你刚来不知道，公司的差旅费少得可怜。出差一趟一半都自费。怎么会？我一直听说公司的差旅费挺高的呀，不是有2000吗？2000？公司的差旅费一直都是500，要是2000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会是现在这样的状态？大家散了散了。喂，张秘书，帮我查一下分公司的差旅报账吧。对呀，蛋蛋，我们公司的差旅费都是谁在过？王主管啊。米卡，别让你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私谈合作了。米卡，你发了这么多呀？米卡，你这么大方啊！帮我查一下分公司的差旅报账吧。米卡，谁让你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私谈合作了？
王主管，明明是你让米卡。对不起，这次是我不对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米卡，你没事吧？会议开始。总经理，米卡很烦。不用等他了，来了他也听不懂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好像忘记通知我了。我们分析之前的项目，你一个新人还没有接手过项目，自然没有必要来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刚帮公司签下了玉林的项目，怎么能算未经手项目呢？王主管您真健忘。我们开始吧，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。我们今天这个项目啊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没什么，那就散会。等一下，总经理，我这有些文件需要请您过目一下。总公司制定的差旅费一直都是2000，但今天我意外得知给员工的差旅费只有500。报销的工作一向都是王主管在负责，那么我想请问王主管，那多出来的1500，您作何解释呢？米卡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。米卡，你现在的工作是做好自己的业务，其他的不是你这个阶层应该过度关心的。所以公司都是一直这样，容忍有人中饱私囊，谋取暴利吗？你这些证据我已经看到了，我也知道了，之后我会汇报总部，我相信总部会严查的。只是这样吗？你只是个实习生，想要举报自己的上司，你还没有这个资格。另外，这些账目都是公司内部账目，你是怎么能告诉我今天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就通知法务部来公事公办。总经理，您别生气嘛，他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我们开除他就好了呀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根本就是一丘之貉。这件事情我会汇报。一个小小的实习生还敢向总部告状，你知不知道只要我们追究你私查公司内部账目，就够你进去几年了。董事长来了。董事长好。所以公司都是一直这样，容忍有人中饱私囊，谋取暴利吗？一个小小的实习生还敢向总部告？董事长来了。董事长好。董事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？我不能来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董事长，你看这个季度我们的业绩完成的不错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在门口都听见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，公司会依法追究你职务侵占的全部责任。董事长，这都是误会，是米卡他诬陷我的。证据确凿，有什么误会你就留着和公司的管路说吧。把那个饮料给我递一下。不行，你不能喝。你看，这是董事长要喝的。今天早上测过血糖了吗？我就喝两口，那个饮料是无糖的。那也不行。你爸我都3个月没有喝饮料了。董事长，米卡是你女儿啊。米卡竟然是董事长的女儿，怪不得米卡这么大方呢。我回家给你榨果汁喝好不好？你女儿亲手做的，不比饮料好喝啊。好好好，我说第一次看见米卡小姐就觉得眼熟，原来像董事长您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太像了太像了。刚刚是谁说的我女儿无法无天，偷公司的账本还动手打她？行了，让公司的法务来好好查一下公司这几年的账。好的，董事长。总经理，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你救救我呀。干什么？你自己做错事还想拉我下水啊？董事长，
这件事情我今天刚刚才知道。好你个过河拆桥的东西！传下去，公司的总经理和员工有着正当关系，利用职务之便，中饱私囊，狼狈为奸，你们两个都被开除了。我们董事长，我和他滚！